我就把我那棵奇怪的树旁边随便放一个，就很香。没了，到二十六号而已。今天是木香啦，你等过年了啦。哦，那时候就被红包了啦。对啊，哭了，哭啦，太太呀，哭啊，开，开。要它这珍珠大小跟吸管大小是不合啊，吸不起来。你是点哪一个、啊？你不是点什么圣诞什么的，我是点另外一个圣诞啊。哦，因为它有红豆吧？不知道，应该是因为有红豆的关系吧。嗯，他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很用力的吸，然后。我都快没气了，还没起来。看来你的吸力不够。哇，你的酒吸力不够，你的酒窝快出来了。再训练，要吸出酒窝了。不够会吸，给我两分钟。给你，给你。为什么有圣诞帽？谁？谁啊？你怎么有圣诞帽？我啊？没有啊。哎、欸，为什么我有？没有啊？我看你没有啊。我看你也没有啊，是我装材质包吗？我看一下，你带材质包吧。什么有？有有哎，你有哎、欸？为什么？他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记你怎么办到的？没有。他记怎么办到的？他记。那是吐出来的圣诞帽哎，吐出来的。啊？没有啊。有有有，戴两顶帽子哎、欸！你有装 Ultifine？ 我没有，我有装啊。那应该是 Ultifine 的关系。Ultifine 的东西啦。哦，小截图，我想看。啊我怎么没有？那为什么我都没有？我也要，来跟我合照，来跟我合照，快快快，封面。那我要假装跟你们合照，感觉好像有，其实根本没有。我要假装我知道的样子。哇，圣诞帽耶！哎、欸，我卡住了。对啊，你怎么有圣诞帽啊？对啊，我也有圣诞帽了。至少是圣诞帽，不是绿帽啊。我没哎、欸，没有吧？我是哈基帮我用的哎、欸，吓死我了。啊，会不会是有装欧体反的人才看得到繁星的？我觉得是，对对，应该是。啊，可是我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对啊，为什么？还是哎、欸，繁星你有在？你披风是不是有抖内过？买过，对。哦，有买过，可能就送你了。可是我关掉的哎、欸。他会自动显示出来，不管你。我不是另外送的吧？哦、oh, ，我披风打开了。哇、啊，还是哎、欸，你有两个披风，对啊。我看一下啊，不是你的披风，披风是翘翅啊，你知道？对、啊，我知道啊。好酷哦！该、啊、该买披风了啦。现在去抖来得及吗？该买披风了啦。该买了。现在去买来得及吗？现在去买还有圣诞帽吗？不好说哦，我也要圣诞帽啊！我好想要圣诞帽哦。他为什么没有？你有哎、欸，你为什么有？为什么有？好好哦，没关系啊，我们自己换啦。换一个材质包圣诞帽的，好难过。好啦，八点啦，八点啊！今天轻松生存呢，是我们的尾牙啊，尾牙轻松生存。Yeah.那你们想要先尾牙再开始自由活动，还是先自由活动玩你的尾牙？先尾牙，先尾牙，先尾牙。先尾牙的话，那个礼物就只有七个人交换了、哦。好。对，因为上次有人请假嘛，因为我们上次有用交换礼物，所以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七个人交换了。可。嗯，好，那我们就直接转移阵地，进来直接去抽我们的那个啊，忘记弄抽奖箱了。等你弄，等你弄，等你弄。举办方的失误，没关系，这个直接很快，我们直接上来一起那个。好、啊，还有呀，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我不要看到剑了，哭啊！那我要去换个 skin。我要自己戴圣诞帽。你开了我啊、哦！好的。总之，你怎么了？还要按你背着所有人哦。好、啊，抱歉，我换个 skin 马上上去，等我一下。那其他人先不要动作，我等下再重新 reset 的。好，不动。好，抱歉，我马上好。等一下哦，我不小心把那个主播不是主播台那个棚子的羊毛，你要把它弄好。对。哦。拍摄。发射器是随机嘛？哈。是。随机啊。好。那等一下我就直接用照啊，这边这个复制。没问题。哎、欸，请说。啊，我说没问题。没问题，请说。
没问题，请说。我们糖果真是太好吃了。二号，你传来二号吗？二号，李二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捏吧。啊、来臭味的是什么东西？是谁？谁的臭味？谁的？没有啊，那打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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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那打掉，对对，七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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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啊，没有没有，臭味那个只是我看到七个，然后我想说，嗯，这样子好像缺一脚不太好，我就放一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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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强迫症的部分啊。哎呀，按错了。啊，小雨，按错了。你们自己拿一个，创造自己拿个羊毛好不好？随便一个。羊毛吗？等下直接撞色哦。羊毛，羊毛，哇，这个羊毛放在羊毛我自己的，这是我的嘛？啊，这个没人会抢啦、啊欸，我的有、欸，有可能会有人抢、欸，你也帮你放绿色，对不对？欸、謝謝不是啦，然后这羊毛呢，帮我塞到这个发射器里面。欸、哦，好，发射器抽到自己，哎、欸、哎、欸，不对耶，可是你这样子的话，怎么会要怎么知道自己的是哪一个？反正就是抽到什么颜色，就是拿谁。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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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等下等下，这个就不算了，这个就不要看了。哦，好，嗯、等一下呢，抽到粉红色就是一号、嗯，绿色是二号，黄色是三号。嗯、好，哦好，然后等下就直接从里面去开来打开来。好，这好像比较合理。对对对，可以可以。等下呢，这个我给它上面，我现在是看不到的啊、哦。小蛋挖几嘞？嗯，我、嗯、好。我等一下这个都带我这个带清掉，我脱光光，我怕我自己那个啊，我先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耶，什么看不到，其实已经收进眼底了。小雨可以拍个侧面给我看吗？侧面吗？好啊。你现在看起来很秋哎、欸，很像氪金大王，你知道吗？好秋、喔，天哪！哎、欸，可不可以放个图在那个啊 ，Amigo？ 对啊，我请人教你拍最帅的我。我怕把自己松针那清掉。我随便贴啊，可是要踩一个。哇，怎么那么帅啊？哇，好秋哦、喔欸！所以繁星自己看不到吗？我看得到啊，可是我只能看谁。收起，小雨跳窗，跳窗，跳窗。收起，还好你太羡慕了。有人想要那顶圣诞帽，我也好想要那个帽帽。大家都想要，大家都想要。好想要拥有顶帽子哦！不用抽嘞，直接发射器随机就好了哈。对啊，对啊，其实不用抽啊，就是直接按那个嘛。因为反正我们每个人箱子都长一样，根本没差。嗯，对对对对，只有前几个东西他会看到而已。七个，对、啊，没事，这样子。然后呢？你是用发射器，不是投掷器哈？哎、欸，投掷器才对吧？不然发射器放下去，它放在地上哦。它会放出来哦，放出来就是那个回收啊。哦，对啊，那个人直接挖掉也可以啊。好，好，那就谁先？谁先 ？Tape 顺序吗？还是？可以啊。好，那就我先了。嗯，好，第一个礼物是谁的？开，是谁？是谁的？是谁的？我看，我看，我们干什么？啊！谁？谁？拿一个暴力仔！不是，影月稿子直接挖爆，影月一挖直接全部挖爆。去点一下，他就整个爆炸了。你哦，月哦，你要什么都看不到，你要什么都看不到。现在你获得全部的礼物了，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闭上眼睛，看不到，你看不到，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粉红色的有几个箱子啊？七个，你不要连你的财产都放进去了。少一个，少一个，少一个被别人吸走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人出来，人出来。你是今天最大赢家哎、欸！你是哪七个哎、欸？通通都是我的，太赚了吧！哪一个是你的？你已经抽出来了。他已经不知道，我看不到，我刚刚还没看到。他刚还没看到吧？你从侧面敲吧。那你侧面，你侧面按，对，你好，就从侧面敲吧，从侧面敲。不要在这里，不然你就挖地上吧，站在上面。啊，我们那个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来来来，重来一次啊！没有没有，刚什么都没有，刚什么都没有。哎，二一，第二个 action， 耶！哎，这个是我，对，这个是耶耶。哦。不是，我要放给大家看一下啊！对吧？看一下，我不会拿，不会拿，不会拿啦！看一下啦，看一下啦！大家一起看嘛，看一下嘛！
啊，繁星，干嘛？好，走走走。好，不看不看、哎、都不看。阿基，帮我打掉，帮我打掉，帮你打掉。哦哦哦，因为你是那个啊、哦哦，小雨。耶、yeah, 他走了走了走了抽自己就好笑好油对啊我就抽自己硬超好笑啊我就捡剩下的是我勒好我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看到前面几个好像不是很妙哎、欸欸、我看到前五个物品好像不是很妙、我觉得我们先从隐月的开始看吧慢慢隐月的看来隐月你抽自己你怎么笑成这样你怎么那么开心你们刚刚有讲到了什么啊！想到什么？圣诞帽？不是，刚刚大家在一阵混乱的时候，抽到什么会觉得很好笑？西瓜啊！你抽到自己的，自己的，你抽你自己的。哇！这礼物好，还想把这把送人家、啊？棒啊！很棒哎、欸！你好厉害、哦！好赚哦！天哪！哇塞！太幸运了吧！好，换繁星的。是谁的？太好了吧！哦、哇塞！阿基的吗？还是我？哇！我给的。你好棒哦！太好了！我送你一张红包卷，好不好？好梦哦！赞呢！哎呦！哎哎哎！被雨月吸走了！好赚，好赚，好赚！有发现？哎，好赚，总是总是分地见死的。阿基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好，哎小。哦，心怀感激的传下好了，不要谢哥哥，只是传下好了。我怕谁的？我就是酱油啊，就是酱油啊，这一听就酱油感觉，太明显了吧？听起来就是，听起来就是啊，这种语气就是你的语气啊。对啊，一看就是。哇，谢谢谢谢，耶！下一个小雨，我了，哎。结束了，还爆雷了吧？很棒，放主疯狂，大放雷，放主，放主的赞。哎，他是放副手的哦，他会加速，还有攻击。哦，没副手好哎。哪个？你羊毛那个右边？我乱放的啊。家里面，你是装饰完剩下材料，把它进去塞一塞。对啊。然后这个身上多了四个雪球，我想嗯。我就把那个什么虫子拿下来换雪球。你好，再把它混合成雪砖嘛。啊，来来来，来换杰克的。我的，我看到前几样他是写烟火啦。哦，喜欢这个魔法甜菜汤，有烟火。小雨的。对啊。哎，实用组合好不好？应用得到哎。最实用的导游。我看起来好像挺高级的，我呀，我都不会鉴定的，我是鉴定，鉴定你，哎，会鉴定哎，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啊，我是，这是人工发热的概念吗？啊，你的包包就带走啊？来，我来看一下鉴定的，来来来，一起看酱油，来一起，来第一件，第一件啊，碎碎剑 ，dragon， 幸运，幸运，有点歪。有点歪，你超喜欢送刮刮卡的，对啊，我送了很多刮刮卡给他，做很好呢，再来，哎，天哥，心累了，心累了，完了完了，抽不下去了，哭了哭了，给我一点面子，给点机会，给点机会，给点机会，好，嗯，这个吗？嗯。这个有这个礼物可以很好，只是你可能今天衰了点啦。我要把它塞到箱子里。谢谢你的圣诞礼物，我心怀感激的把它放到箱子里。哎，那谁的？那谁的？那我的啦。啊，山姆！天哪，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礼物。好的哦，好的哦，瞬间太疯狂了。就算鉴定出来很烂，我还是很高兴的。没有，我跟你讲，鉴定出来很烂是你的问题。最后一个，搞清楚哪一把是你的。对，还有一个。哦，谁的？我的，我的。干嘛？我看僵尸就只有这些都可以用哦。哎，有四颗钻石，我觉得 OK 了，我觉得可以了，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谢谢欢心。
耶、哎！哇，这是最好的圣诞节呢！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讲台上。好，司令台，司令台，大蘑菇呢？这里。首先呢，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轻松生存的啦啊、哦！是，对，今天我们要来颁奖哦，这边准备奖、哦，对，让我准备一下下啊、哦。好的，好。今天的奖项总共有十二个，大概或许十二个，这么多，这么多的、欸。首先呢，首先呢，是忘 reload 的。东西的哦，有了吗？有了吗？首先呢，第一个呢是每次轻松生存全都到场，完全没有缺席的好宝宝啊，全勤奖，最佳全勤奖啊，有谁呢？入围的有，入围的有，哇！团团，麻烦到台上来。上台。云叶，耶！哇！繁星，耶！等下卡斯鲁法。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不是紧张？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每个人讲得奖感言。我现在是要来讲得奖感言吗？对。那个各位好哈，我是团团。然后呢，我自从轻松生存啊开始以来啊，我都一直非常的极力的，很想要来把这边打造成一个美好的城市。那也在此呢，非常感谢大家的鼎力相助。我也要首先要先感谢我的爸爸跟妈妈。他奖太满，总共有十二个奖。太长了。剩下的如果我之后还会上台，我再继续讲啊。谢谢大家啊。第二个，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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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感谢哈记让我有资格参加轻松生存，谢谢哈记。耶！第四位，你自己。好累。哇帅哥！前几天我觉得哪里有点心虚啊，因为我没有来的话，这里没办法开四五千。哎，真的，真的，真的呢。谢谢大家。好，那请各位回座。好，回座。耶！还有我们有最佳全勤奖，那也就是有请假最多次、错过最多活动的奖。最佳缺席奖，最佳缺席奖。请问那个有自知之明，要不要上去一下？没有，我觉得好像有两个候选人了。候选人是不是要讲一下有哪一些人？入围的有江江、杰克、酱油。不可能，不可能是得奖的是江江。哇！突然觉得这个奖好像不是挺好。可以有得奖就不错，对对对。怎么觉得有点心虚呢？心虚的不敢上台，老师。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请假，你这个就像是那个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虽然这个翘课很多，但我还是给他欧趴了。这个人就是泱泱，来吧。我是不是要感谢老师让我欧趴吗？我拿的有点心虚，就这样，我要走了，我要跑了，先走了，我先挖个洞吗？先跑了。好，那再来就是要颁的是非常非洲，非常欧洲，非常欧洲。哦，就先非常欧洲。欧洲到逆天的奖叫欧逆奖，哇，好厉害啊！乐透彩开出非常多次了嘛，那目前累积
我跟团团是没有中任何半次啦。哭啊！那根据观众计算呢，音乐中了一次，小雨中了一次，然后杰克中了两次，泱泱跟酱油中了三次，哇！最后繁星中了四次，哇！哎呦我的天！我觉得最后要再追加一个奖，谁上台最多次奖？那个包牌就对了，包牌就对了。九号中两次，谢谢。好了，打完场了，快点冲！好的，第四个有那个什么欧尼奖嘛，那当然有一个飞球奖啦啊、哦。飞球奖的话，就是刚刚提到我们两位没有中奖的，可以上台来领奖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两个抱在一起哭了啦。我真的是要哭死，我到底为什么一次都没中？而且重点是没有包准。当初你原本这个活动应该是打算一次性的，对不对？对，原本是一次性的。我没记错，那个时候是我在跟你提议说，要不要干脆常驻，然后结果一次都没中。抗议！差点就上台了。题外话，题外话哦，各位哈健团团的粉丝们，看好素材，拿好素材啊！完了，危险，快跑啊！危险了，拿刀了，拿刀！我的哥饥渴难耐啊，酱油，饥渴难耐。是不是？好了，再来第五个奖，叫做整场最会讲，最会讲，一个他绝对不会没话题的奖，有请我们的酱油上台。多讲几句啊，多讲几句。恭喜你！我要在这里感谢。我自己还有师傅，还有爸妈，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我家阿呆，跟我阿呆未来的子孙，未来的子孙，不是因为有你们，我才能上台。他学语，这里是一个子孙啊，这哪有啊？我相信以后我会更努力的开话题班，努力的去点杰克，谢谢大家。耶！杰克不开心，不开心。好啦，没有那个最佳话题奖，没有。我们是下一个是最佳任务奖，任务王，任务王，带大家去打精英怪，或者忙着盖建筑的时候，偷偷的把任务都慢慢减少的。有请陨月上台，来了，这个任务的部分啊，希望观众再尽量多投稿一点，快没有任务可以解啦！哎，真的，要不要任务了？好的，再来是第七个奖，第七个奖，在这个美好世界哦，对，这个任务这个奖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了啊。这个没有世界杀死最多的生物却浑然不知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ESC 按下统计，统计，找一下你们这个生物吗？杀数，来把那个数字打在聊天室上啊。你说在一般吗？对，一般。哦，没有，一般那边有一个总级杀数。一般哦，我要找一下生物级杀数吗？对，玩家级杀数嘞。杀戮奖哦，生物级杀戮是不是？对，怎么盖？它是白色字的，白色好高哦。来，一二三，一起打了啊！哎，对不起。好，来啊，到了啊，好，一二三，哇！哇！耶！好过吧？几月上台？等，哇，自己杀的都不知道，真的太嗜血了，残忍杀戮者啊，这个残忍杀戮者，我天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杀了这么多啦，路过看到就给他一刀，就这样子而已吧。有可能被任务解的比较多一点啦，就这样子。好恐怖！哇塞，他真可爱，一刀！哇，这只鸡真好，真可爱，一刀！这只鸡真可爱，太恐怖了。
再下一个啊，原来自己已经放弃双脚，懒得走路，懒得跑，只要有翅膀，不用飞的桨，翘翅飞行距离最高的，算一下啦啊，翘翅飞行距离，好好好，翘翅飞行距离，翘翅，从来没飞过的，觉得难受，哇，哦，有了，看到了。看到了，蛮下面的。嗯，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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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道次数。赛道，赛道次数，赛道次数，行走距离，被赛道次数，跳次飞行距离。好，有了，好了，有了，好了，一二三。哦，自拍，杰克，太难了吧？太难了吧？太难了吧！掉了，干嘛？还是头掉了。对吧？是不是因为那个上面常常出现一些高大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飞来飞去哦。恭喜获得最佳飞行员！耶！我得奖感言吗？你知道我自从拿了这个翘翅之后啊，那也没走过去了。基本上我都是用滑的了，我没有这样走的了。啊，其实我那个翘翅其实是轮椅，有没有滑得很快？每天轮椅。之前我不是伺服器那个很长，就是 leg 之类的，我还在地板上都会滑滑个几步啊。多滑一点。啊，感谢各位哇，这个飞行奖由我获得了，谢谢。哎，你不是大老鹰耶？对，因为你从之前就在铺这个梗。啊，原来你的一直是打算这样子的吗？好，再来这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中最抖 M， 内心最脆弱、最常受伤的奖，吸收我们的整个受到伤害最高的奖，承受伤害，承受伤害，承受的伤害量，承受的哦，承受的哦，承受伤害总量，哦，承受伤害总量，哦，好，承受伤害，啊，我还没找到，承受面，但很上面，啊，真的前面有，我看一下哈，好了，承受伤害哦，哦，承受啊。啊，不是吸收，等下我再看一下，啊。下面一点，下面一点，往上一点，再下面一点点，再下面一点。好，好，好，嗯，好了吧？嗯，做好了。嗯，好，一二三，哦，酱油，酱油，酱油，哇，厉害哦！真的，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应该没有，你该被阿纪砍过，你是阿纪很多次啊。你不是你在测试那个打架？就是你们两个了。等下不是还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又时不时会打酱油。我也是啊。好惨哦！天哪！最佳坦克奖。拿到这个奖，我不知道该哭还开笑。再加油，温柔一点了。干嘛打碎了？干嘛打碎了？最佳坦克呢？不错，不错，不错。好，再来这个呢，是明明我们这边有八个人啊，不擅长跟其他人互动啊，最喜欢跟 NPC 村民，啊，自言自语的这个啊，这个与村民的对话次数，对话次数，对对话次数，对话次数，与村民对话次数吗？对话有刷那个的应该都很多。对话还交易，对话次数，对话对话哦，对话对话，好，好了，这样到底是多还是少啊？我超少，他都知道啊，我应该算少吧？我感觉也不，我也不多。等一下，来吧。好，好了，好了吗？好了吗？嗯，好。好，一二三。哇，牛仔，牛仔，你干嘛？牛仔，你要干什么？开喜绿宝石啊！开喜绿宝石啊！牛仔。哇，哎，这个奖是不是叫边缘人奖？最佳社交奖啊！最佳社交吗？哇塞！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我可以得到最佳社交奖。你很健谈呢。对啊，我最会跟那些村民们讲话了。我跟你聊天是吗？我觉得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那个大家如果要买什么书的话，欢迎来找我，我可以帮忙砍价。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村民卖你十个绿宝石，三个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再来下一个是大家打怪，大家在打怪的时候他在钓鱼，大家聊天的时候他在钓鱼，大家抢着打金冠抢钻石的时候他在钓鱼，大家的捕获鱼量啊。
好，墨鱼亮，最佳渔夫奖在哪里？哪里呀？蓝上面的，在上面吗？浅灰色的，灰的，灰的，灰的。对，我的好少，好少哦。好，我跟你讲，我也很少，我少到不行。我觉得没有在钓鱼季，这就真的很少了。对，好了，来吧，好，好了，嗯，啊，三二一。有啊，上一次我们那个骇客被录进，哦，骇客的时候，对啊，这个最后一个奖了啊，这个不知道是最喜欢储存物品，还是每次都找不到东西的啊，翻箱倒柜奖，翻箱倒柜奖，我觉得有可能呢。这个奖呢，要两个东西加起来啊，哪个哪个？一个是储物箱的开启次数，另一个是戒符盒开启次数，戒符储物箱，第三个，应该没，第三个。啊，戒符盒，哎呦喂呀！戒符盒在哪里啊？戒符盒在哪？往下一点，哦，下面一点点，一点点而已。戒符，这个我这不得了哎，我觉得好可怕哦。等下，小算盘，我需要你。对，我已经拿小算盘出来了。戒符盒在哪？戒符盒清洗是什么意思啊？可以把你看到的可以洗掉啊。哦，对。我的是早库哦，也有算好算好了。等下我先帮忙发分隔线。有人提到木桶也要加入哎，哦，木桶也要吗？哦，有人是木桶，有人加是木桶。木桶开启次数好，算木桶在哪？木桶。哦，看到了，哪里啊？中间木桶也占好大一部分哦。我找不到木桶，等一下我就要加一下。哦，看到灰色，灰色。嗯，在哪呀？哦，木桶还蛮少的。那中介箱说什么？哎，对，中介箱有说中介箱啊，储物箱、戒符盒，然后木头、中介箱，中介箱好，中介箱有吧？在哪里啊？中介箱在下面的样子。中介箱哦，次数不多，好，找不到在哪？在哪？在木桶。哦，看到，哎，我的中介箱还真的很少。陷阱储物箱，中介箱也还好。有陷阱储物箱吗？有单独的吗？有啊，这里哦有那个行李储物箱，可是我对，我行李储物箱是里面，我没有，那我不加了。那那个触发式的，你看那个中介箱什么颜色的？中介箱灰的还中介箱是白的，白的，在村民交易次数上面。好了，结束。村民交易次数，知道花粉都是怎么积的。好了，村民交易次数又在哪？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中介箱哦，中介箱开启次数28，好，应该就这样了吧？好了吧？嗯，有了，好了，好了，来一二三，哦，好厉害！恭喜！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哇！你是不是还翻别人的箱子？你是小偷吗？偷翻人家箱？你是小偷？没有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获得这个奖，原来是我最多。原本还想说是别人，因为我是最多的东西啊。到处找，快两倍了。我的天哪，感言哦，我老实说，我没想到这个奖是给我自己的啦，不然不会设计这个奖的啦。感谢大家，耶耶耶！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大家都有任何一个奖吧，身上都应该有奖牌吧？嗯哼，有，没有没有吧？我原本是有准备那个最可怜都没有得奖的这个奖了啊，可是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了，这第三个就没有了。OK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交换礼物也换完了，那这个奖也颁完了，尾牙呢，今天的最后的抽奖，你哦，主尾家嘛。主尾家嘛，主尾家公开三个数字。那我们快到最后的时候再公布是什么主尾家。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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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广告，好，各位可以互相看一下大家的装潢的样子啊。
上次辛苦买啦，这棵圣诞树买啦，这棵圣诞树吗？嗯，对啊，哦，哪里啊？这个树是谁建的？这个是盖到一半啊，盖完了，哭啊，大蘑菇，大蘑菇，怎么有点样子怪怪的？还好吧，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佛印的故事？心里想的什么，看出来就是什么。哎呦，好像帅哥哦。就是长这个形状，哎、欸、哎，讲、欸、错话是不是？哎、欸，有人发现了，哎、欸，发生什么事？哎、欸，我是不是被强制断线了、啊？讲错话，乱讲话。哦，我还记得讲一次，帅哥原来是长这样子啊。这个帅哥的脸怎么好像歪边啊？他被泱泱的房子挡住了吗？小雨飞起来了、欸。啊、欸，我是断掉了啊！小雨啊，我看要断了哎、欸，我觉得有点卡哎、欸，我也觉得有点卡，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我看到大家都浮起来，然后对我看到大家都不动了，他有说错话哎、欸，我的天哪！微卡，微卡，微卡了，微卡，微卡，卡了，卡了，繁星断了，卡住了，不会动了，繁星断了，我瞬间动。好像又叶妹来了，叶妹来了，叶妹好烦哦，我想去睡觉啊，好像顺了、哦。先看一下大家有什么任务啊？我要打，对啊，家有人要打人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看一下任务。没有，不是、啊，这是先看任务，看任务，看任务。打叶妹就糟了啊！我要十只叶妹哦。哦，还好还没睡吧？烈焰蛇，烈焰蛇。那我先去躺着哦。蜘蛛史莱姆是绝招。先睡咯，先睡咯，先睡咯、哦、好累哦，哇，天哪，好想睡啊、哦，好想睡觉、哦，对，好累哦，好困哦，太多了，我要躲在他不会跑过来的地方。哇，好、哦，到底是哪打我已经忘记了，要问那个要找允月，允月，什么东西？需要杜宇，伟大的允月哟，等一下。帮你问了，再帮你问了，再帮你问你，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怎么变白天呢、啊？下雨，下雨结束而已，下雨结束了。刚刚是在下雨的关系啊。哦，对不起，我刚刚想说下雨太卡，去，抱歉。哇哇，完了，你要等第二天了。啊，我很抱歉，我要去小雨的地狱门了，拜拜。好。哦，怎样有小雨家变这样啊？啊？你家的外观啊，就圣诞节的那个、啊、哦，我想说怎么突然变得昂弟弟？有没有人要打骷髅？没有，没有，先不用，我要先去打。哎、欸，我已经连续三次都是赤足兽了，我对，我也要再打，我也找赤足兽，我要去找赤足兽，我要找烈焰神，有烈焰神有地方。我找到精英怪、欸，有人要来吗？哇，走，你打赤足这个排名，记得上次这边哎、欸，飞球，飞球是。哦，对，没错。怎么啦？飞座酋长嘛，没错哈。对啊，对啊。名字没错啊。OK，OK。丫丫，哎呦！他不会杀，他不会杀，不用他们。我是不是砍到你了？你们两个又组队了。是啊，好了。对啊，我们要组队了，所以完蛋了，这个团队要灭了。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不会在他打的时候，加油！那不是我啦，那不是我杀的。那我从此不想跟你组队。我还是觉得酱油那个真的是太经典了，啊、不好打，不好打，然后直接挖开。你要举着盾让他射啊，然后啊，我举了，然后举着盾让他射，怎么了？对啊，怎么了？你的意思是什么了？怎么了？你举着盾让他射啊！我帮你射他。哎呀，打泱泱啊！虽然打得好，可是我不能让你打他。讲话是否有点矛盾？对呀、啊，对呀、啊，矛盾派的耶！打得好啊，用力点，射泱泱，快点打泱泱，快点！很凶呢、欸，太哟、哦，凶啊！哎、欸，这小智都在打你耶。对啊，为什么呀？杰克，你怎么突然从后面又经过了？你刚不是超车过一次了吗？是啊，我刚刚回溯哎、欸，他刚超车，又再超车一次，我想说说你奇怪了，你跑一圈了，你知道吗？想知道他第二圈，你跑了一圈嘞、欸，你被追一圈了，太扯了。哎，什么呀？哎，我看到东西吗？哦，终于上来了。捡到，你有捡到东西吗？我没有捡到东西啊，他没有掉东西、欸。我也没捡到哎、欸。哦、oh? 欸。
还是那个出赛是精英怪了啊？有可能，因为我看到精英怪那个有升精英怪，所以不是你们杀死的，是他消失了，他消失了，太过分了，这个这么久的时间，没有，说不定他还有，搞不好说不定他还有八成血之类的，对，搞不好血还一大堆。我要在这里盖一个骷髅头之墓。父母还没有吗？什么？公的父母啊？哦，一直都还没有。不行啊！洋洋，你有没有告示牌？我走回来。你那边有木头吧？可是它是黑木头啊，它是黑的。哎，你不就告示牌啊？为什么不行吗？啊、哇，很他想要漂亮一点。他、啊、如果洋洋上刚好是黑的木头怎么办？你会怎么讲？那他就很丑啊！我操，太菜了吧！怎么会直接这样来修呢？太菜喽！这样有你这样还是？我是说木头很丑，不是你很丑。你这样会被人家误会哦。抱歉，洋洋你不丑啦，只是做出来很丑。是差在哪里？洋洋粉要爆炸咯，洋洋粉要爆炸咯，爆炸的。所以烈焰神要在哪里打？不是这边，不是这边，这边不会有。这边哦，啊，那要去哪里？我其实没有打过烈焰神。那个好像不是那时候PO一个那个吗？之前有一个地址，不是地址啊，坐标。地址。繁星史莱姆是在哪里呀？在我家。哪里呀、啊？你那个，你看到羊了没？我已经下来到你跟连接小雨的那个的地方了。那怎么会在那边？那边不会有哦。哦，对，是要到羊的那边哦。对，那边可以直接跳下去。哦，走下去还是跳下去啊？有个地方可以跳下去啊。好，我找一下。哎、欸，帮他盖好墓碑了。呜呼！原来你在盖墓碑吗？而且骷髅精英王在2020年12月28号下午8:12长眠于此。他其实没有长眠几小时，他说要穿越世界去吧，那这样子。真的好惨啊！什么都没有掉，你都没用，好可怜啊！上次还要被说没用，天哪！啊，有附带一个有人在跟你吗？你要出多少？这个顺带一提，有点顺带，真的有点顺带。所以有人在跟你吗？自己找。不要啦！我家在哪呀？这是哪呀？你又是撒娇吗？你在撒娇？他在撒娇？不要，我没有。不要啦！不要啦！哪有？好不学哦！会痒啦！撒娇吗？我痒。什么很痒啊？什么东西？你在讲？会痒啦！不行，我觉得我今天的 DC 怪怪的，好可怕啊！DC 这几天好像都怪怪的，害怕吃。已经一个月了。刚刚讨论说怪怪的跟那个怪怪的不一样，对，不一样。哦，可能是说人怪怪的。OK， 两个怪怪的不一样。怪怪的。我居然找到地狱门哎！你跟到屁股后面，你跟我讲说找地狱门哎！你可以不要说不知道这句话吗？其实是我自己找的啦，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地狱门了耶！你好棒哦！哇！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哎，对，那个繁星啊，哟，打啥？伊布林在哪？伊布林啊，随便找住啊。你的史莱姆这边的铁巨人跑出来了。对对对对对，我等下要去弄他。哦，再重放一只回去。那这只原本就是要杀掉吗？那我杀掉他。好，不然他不会那个。哎呦，是啦。哎哎哎哎，都不影是不是死要钱的东西啊？只要钱怎么？他只是要黄金的。那你觉得我像朱布林吗？不一样啊！你上次不是说你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啊，拿碗的那叫什么？乞丐啊！拿碗的乞丐。拿碗？你是说我是乞丐吗？你是说我是乞丐吗？你是说我是乞丐？不是，我没说。天哪！你是说要拿碗而已吗？你没有说。厨师啊！厨师拿碗，厨师拿碗，厨师怎么会拿碗？对啊，东西啊，
是服务生吧？服务生是拿盘子。哦，你说服务生是盘子啊？盘子，你说服务生是盘子啊？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这样子给人吗？搞心态，搞心态，我天哪！心态搞起来，搞起来。我心态大了，心态大了。下一次我要去那个什么去吃东西，我干的。哎，你服务生为什么拿盘子？你是盘子吗？哇哇哦！我一定被告，我一定被告。你绝对会，你绝对会上那个什么爆料公社。对啊，我一定告。我今天遇到一个客人哦，我一定提。哇，他突然就当我是盘子哎！哇，如果可以，我也想当盘子啊，代表我有钱吧？啊啊啊！你有啊？哎呦！我真的遇过盘子，不是好的形容词哎，对啊，不是吧？哎，我真的遇过有人说他最想被骂盘子，我说为什么呀？这不是骂，这不是好话吧？他说代表我很有钱呢，可代表他很傻。对啊，他很傻才会被骗、啊。对，他钱都被骗光了、欸。对啊，这是我选择来的。你要当很有钱的傻子，还是很聪明的穷人？嗯，如果你很聪明，你肯定就不会是穷人了。有钱的想法我不懂。啊、嗯，干嘛啦？大哥，拜干嘛啦？拜对不起啦，不要了，不要死掉了。你是问错问题，你完了完了，就是阿贝，阿贝出事了，我又要重找地狱门了。地狱门，地狱门，地狱门要重找？为什么？地狱门是从我家过去而已啊。有那么难吗？我讲错了，我要重找一次。我刚刚找什么？朱不赢，伟大的。湖中女神，我要给你赐了一颗钻石，请帮我实现愿望。然后其实是 TP 而已。我希望我可以捡到十颗。不可能，太多了，太多了。害我讲到哪我都忘了，我要去订阅。没有啊，就是你要当盘子，你要当盘子，但是很笨，还是很聪明，但是是穷人啊。嗯，对吧、啊？啊，我的话啦，如果钱永远不永远都不会被花光的话，那当然是盘子啊，真的。啊，但是如果钱会花光一天的话，那我不要。如果钱会花光，我想当聪明人。对，我也是。哎呦，啊，官方给的那个圣诞礼物啊，就是那个戒符盒了哈。嗯、哦，多一个耶，很赞耶，赞耶，定呢，好耶。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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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呀！你再被烫一次好不好？我不要！干嘛放烟火是不是啊？好耶！战友加入冰箱，我就不信了，我要再去单挑他，我就不信我会再摔一次。你单挑谁啊？对啊，为什么要？这是打朱布林，对不起对不起，朱布林可以，然后你就掉下去。对，好打他。他任务啊？哦。哇，这斩符是不是升不快啊？升不快？对啊，你在原本铁巨人那个地方等一下。哦，铁巨人，所以你是说那个有那个岩浆块那边吗？对对对对对。哦，好，因为他只会离玩家二十格以外升。哦，嗯，所以我就站在放箱子、开箱子的这个洞里面就好了。嗯，好。我要看着它掉下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宝贝朱布林们，赶紧来我怀抱，我绝对不会打你。你只会把它杀了。哎，我只是让它去快乐极乐世界。哦，很笑。哦，对不起啊，差点又摔下去了啦。你站这边，你站这边，你站这边。好。是啊，彤彤，你家那个墓园下面这边开幼儿园啊。啊，你都是小孩小只的吗？小僵尸还有五只啊，幼儿园蛋啊！我跟你讲，他们才新加入处，还没有长大。熊猫托儿所，把扼杀在摇篮里。你看，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大只的，因为他小孩就被杀了。哦，可怜哦。难道这是你的阴谋吗？嗯，
是叶妹，要叶妹的叶妹，叶妹生，叶妹生。哎，叶妹生。杜鱼的坐标是？我打在那个麦块。哦。哎，那个鸡怎么又繁殖了？那个刚刚云月丢了一只出来的。对。因为我坐在那边，刚颁奖的时候丢出来的，又多跑一次出来，音乐声叹了，对，下蛋了，记得买彩券啊！哦，对啊，好，我现在要等三个任务解完，然后我要拿那个去抽彩券，你没钱了，我有，但是我想说解完就直接丢就好了哦，但是殊不知这个史莱姆不乖，不生出来，他没那么容易生吧？那个史莱姆要很久才，因为你看现在晚上了，压制没压好啊，而且附近晚上大家都在抢怪，所以我是白天再来啊，是，好吧，那我上去了。这到底是朱布林还是僵尸？我抱歉，看错人了。你看他毛肉啊，变得怪怪的啊，对，他有绿绿的吗？你长得好像猪哦，我看好不好呀？好啊、哦，好我看啊、哦，不是、哦，抱歉看错人了。我的天哪、啊！抱歉，看错人了，看错人了。他是不是人身攻击呀、啊？是。我接下来是要什么蜘蛛的样子吧？我去打蜘蛛。多少？负1300，负1300。帝都蛙来呀、啊！好了，看来杰克的回合对不对？啊，有我回合吗？换你了，我的回合哦。你的回合，我只知道我今天接到诈骗电话啊。啊？哎、欸，你知道我到今天我才接到我第一人生第一通诈骗电话、欸，哎，好幸运哦。哦。然后就是他这个诈骗电话呢，他是从我在网上买东西，我一直不要咬我，然后他就借由那个店家的名字。然后去说，我看一下，等一下，他有寄简讯给我款吗？还是怎样？他跟我说，就是你的签单错误啊，导致你分期付款12个月哦，啊，重复扣就是会重复扣，重复扣12次吗？啊，我又想说，啊，不是啊，啊，我不是用那个货到付款啊，啊，请问哪来的账户？啊，你要扣我哪里？我说，我想说。不对哦，我就跟他说，欸、那我去查清楚再回电这样子，他直接挂掉，我说，OK 啊，这个不会上钩啦，啊，这个不会上钩，不要浪费时间了啦，浪费时间、哎。他说他在攻杀我，完全你知道他前面在说什么？我说啊，就是只有那个品名是对的，啊，其他都是就怪怪的这样子，嗯，啊，然后就今天就是。下午就接到这样的电话，然后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呢，马上就收到简讯，就是那个店家的简讯说，就是什么加886什么什么什么886，都是诈骗电话，对，二七啊，你还遇到什么诈骗的吗？就是定位之类的，不，以前很常接到哎、欸，就以前还会买唱片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好像很少哎、欸，现在是改别的了啦，改别的诈骗了，改别的了，嗯，现在不都很多是什么情感诈骗什么的，哈？情感诈骗是哎、欸，假装明明跟你聊天，假装什么？然后他是外国的，然后他就会跟你聊他什么之类的那种。对，他专门骗年纪比较大的中年人。哎、欸，那你这样讲，我该不会上一次在捷运站遇到的有一个人，其实就是在讲这种电话吧？因为不是就是我听到别人，就是因为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哦、不是我，因为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中年的。那个也算是大叔吧、嗯、然后呢他就在捷运站上，然后他就用扩音在讲电话，然后呢我就一直听到另一头是那种年轻妹妹，然后用很嗲的声音在讲话，然后他就在讲说啊，那个要不要什么帮你找个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呀，然后那个大叔就也在跟他讲话，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也没有跟他有继续讲的感觉，因为感觉很像是在讲语音，但是他又讲得很爽，我就想到底在干嘛？很奇怪啊，对啊。然后我会觉得更神奇的是，因为那个大叔他是那个什么在捷运站哦，他是还手托着一个那个垃圾袋，然后里面装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手托一个垃圾袋，对啊。然后这里我很讶异是那个捷运站人居然会让他进来、欸。啊，就是手托一个垃圾袋、欸，感觉很危险哎、欸。至少全黑的垃圾袋的话，你又不知道里面装什么。对啊，恐怖哦，真的很奇怪。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点怕，你知道吧？对，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的，
是没有啦，是没有。哎，我的妈呀，有点怕怕的。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呢，我就进车站的那个车厢之后呢，我就走离那一节车厢。好可怕哦，好可怕。对啊，什么可能中人头？不要啦，太可怕了。不要啦，不要。哎呦呀，妖叔。他可能在心里 OS， 你知道上一个这样跟我讲话的妹妹现在在我的垃圾袋里面吗？天哪，救命！好可怕哦。这剧情也太恐怖了，下一个就是你了。这个剧情真的怕、啊。哇、啊，突然就在看你做一个那个什么，做一个那个游戏，然后可能主角就是做这种的 baby， 然后他的同伴接二连三的消失。哇，侦探游戏，好恐怖，好恐怖哦。好恐怖哦。然后你们还有接到那种就是。就是打来，然后什么都没讲，然后就挂掉那种。有这个还蛮长的，那个很多。那个到底是就是电信人员在测试那个用户还有没有，还是没有？那个是诈骗的，他们在测试这个账号是不是空头的电话。如果不是的话，你过不久，你通常你有没有发现，通常接到那种电话，过不久就开始会有一堆奇怪的可能简讯啊，或者是你好，我们是某某车贷。对，就是这种的，哦先生。说到这种广告东西，你知道我这其实有前。几个一个算一个月内吧，我的 SK 很奇怪，嗯，我的 SK 一直收到有关就是大陆那边的什么各式各样什么啊说各式各样的广告，汽车贷款的什么创业基金的，然后帮你曝光的，什么都有。我说不是、啊，他是私你 SK 哦，就是 SK 加好友，然后给着传这样。哈，好怪！我那一个月我都一直收到那个，然后每天大家可以封锁3到4个。我想说，我账号到底怎么了？然后那几天我就赶快的改账号密码，好恐怖哦，超恐怖的，感觉不知道突然就这样子。我是那里常常会收到那个什么茶啦，什么茶。等一下啊，茶到底要死了是不是？啊，不要！好爽哦！两次哎，我的妈呀！两次哦！可恶的朱木里，为什么要害我打断校长说话？我打就是打你！我还以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打断别人讲话。他有，可是他没办法。他太紧张了，他太紧张。那校长，等一下我就去把朱木里干掉，你继续讲。其实也就这样子而已了，小事。说什么茶、啊、什么茶、啊、那种赖超多的，欸、可是赖你们应该现在都有开那个吧，挡陌生讯息吧？有开的话其实有收不太到，就不会收到。可是因为那样子才把挡掉的，可是这样、哦，所以你就是有一些什么工商还是什么，他们就很难找我，一定要我加人家，一定、哦、对啊，通常都是要。就你一定要开那个、啊、用那个那个什么账号可以加的那个。对，用 ID， 用 ID 加的那个。不然用电话加其实太多了，啊、太多了。有了，我是接到那个接起来挂断以后啊，然后接着就会接到那个像是车贷什么的，而且他们的该怎么讲，我觉得他们的推销方法很特别，他就说、嗯、喂，你就是要不要带车贷，我说我没有车，他说没关系啊，那你要不要买一辆车以后来带车贷，哇，逻辑正确，逻辑正确，哇，很猛耶、欸、哇，傻眼，我能买一辆车了，我还跟你借车贷干嘛啦，真的哎，逻辑正确啊！你要我车吗？那你先买车啊，那就跟我带吧。我有一个傻，我就跟他说：“哦，不用哦。”他说：“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我们这里很优惠哦。”不用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可是我没有要买车。”他说：“那你未来有没有想买车？”各种推销。我是怎样潜在客人？是不是？潜力股啊，潜力股，你是潜力盘子，潜力股，他真的是盘子，潜力盘子。欸、可是每次接到那种，我都在想，到底是怎样比较，就是一接起来马上把他电话挂掉，这样比较省他的时间，还是要跟他好好讲，然后说哦谢谢哦不用，这样比较好。直接挂掉吧，直接挂掉、啊，因为直接挂掉啊，因为你如果要听他解释完一轮的话，就等于花了一点时间的样子吧。对啊，我就之前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觉得就是直接把他挂掉的话，他也很可怜，他也只是为了压，他也是业绩压力，业绩压力。哦，对啊，我之前是接到这种的就直接。啊、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哦，没有，谢谢，拜拜。我跟他讲拜拜，然后就挂掉了。
我之前的话是我是有一个朋友啦，他是做那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在那个吧，高中高职应该都很常遇到吧，就是班上会有一到两个人会去那个补习班做打电话、就是打电话那个。哦，有。对对对，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那个的，然后他说他们那种打电话推就是要问要不要上课啊，事情的推销这种，他们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们通常都是要求打过去。然后呢，就是只要那段时间你有在打电话，有在接拿着电话在讲话就好。那可以假装打电话吗？他其实在跟朋友聊天。说他有，他就是常这样做。他就组了一个可能，刚好那个时候也有空的朋友，然后呢就是接着，然后就说啊，那个我来找你聊天啦，那个我这打工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他没被发现哦。没有，他没被发现，因为他可能装得很真吧。然后他就说啊，时间到了，好了，拜啦，谢啦，然后就挂掉。好会哦，对对啊，就他们那个其实就只是那段时间，他们要看到你有在打电话就好了。哦，对吧？就他们好像是那一行好像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你要不要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啊，你是不是老板经过？哎、欸，可是波波说现在都会监听，监听也太可怕了吧？哇，太过分了吧？对啊，咋可能现在吧？以前可能不会。对啊，以前应该是不会啦。对，现在就不知道。好，然后我之前啊，那个电话还有那个就是陌生的电话，还有接到一种，常常都是那种什么，喂，阿红啊，啊，你谁？啊，我是那个啊，你怎么不记得我的声音？你这样很过分哎、欸。然后我就说，啊，你打错了哦。然后呢，他就傻掉之后就挂掉这样。有些是真的打错了啦，可是他重点是我第一次跟他讲，哎、欸，喂，你打错了，他还说你忘记了吗？哎、欸，阿红哦什么的，没有那个是故意的，他就是要套你话，你随便讲出一个，他就说对啦，哎呦，你终于想起来了哦，哎呦，那你可以讲你哥的名字，哎呀，你终于想起来，你我哥哦，听人家说好像他故意讲一个已经死掉的人的名字，是哦，啊，你哥还好吗？啊，那边这不错哈、哦！啊，你上次被车撞死，感觉如何？太过分的啦！好坏哦！天哪！我之前是看人家就是讲那种就是动画人物的名字，跟他聊起来。我也有看呢、欸。不是，他好像是就讲《全职高手》，因为他就是中文的人名嘛。嗯。他说：“哦、啊，你是那个叶修。”他说：“对啦。”他说：“哎，这比赛打怎样？”好笑，虽然我不知道那些是幻想文，可是真的太好笑了。还说看那个艾莎，太搞笑了。哦，你是一个绿谷啊！哎、哦欸，我看你哎，这个比赛打不错呢。我跟你，然后你就说，对啊，我跟你说，我终于赢过霸好了哦，还串戏，随便聊，然后就如果还很能聊的话，就是继续聊动漫吗？继续聊啊，打发时间，太白痴，有人说一个，我觉得很白痴。你是那个库拉皮卡还晕船吗？你还在晕船？哎、欸、啊，你那船什么时候会到岸呢、啊？我去接你呀、啊！我天哪！我觉得那都是就是意识到说哦，这一定是诈骗，然后就还可以这样玩，哎、欸，这样玩，太白痴了！好，修完。哎、欸，可是我以前真的有跟诈骗聊起来过、欸，哎，真的太……你为什么要跟他聊起来？就是很久以前呢、啊，那时候好像还是高中的时候吧。嗯，然后反正他就是来说什么、啊、你分期不小心分成十二期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跟人家聊天，我就说，哎、欸、啊，你们做这个好赚吗？他就说，他说，其实这个有业绩压力，这个也是蛮难赚的。然后就聊起来，超好笑的。然后他就聊到这，他说，哦，人真的很好、欸，通常大家都会直接挂我们电话，也愿意这样跟我聊天，谢谢你哦。我今天的工作不无聊，我都觉得好难过。你是好人呢、欸，我也是因为这样才不敢挂电话的。说你也很辛苦，我就是后来都觉得说，好像他们很可怜，虽然我知道他们在诈骗，可是他们一定压力也很大。对啊，
你是个好人。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好人呢、欸？好好、哦，难哪像我都是直接刮掉。Man， Man， 什么都不用。超好笑，真的。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收到一个，那时候是我用我爸的手机、嗯，然后那时候我国中上课上了一半的时候，就电话就偷偷响起来，我就偷偷在那个桌在那个桌子底下，喂，然后对方说，请问你有买六合彩吗？超小声，他也跟着小声，我不知道小声什么意思，好白痴的啦。我也在上课吧。我那个脑残。你要不要水啊？你要不要过来？啊，算了，没事。然后就跟他说：“我没有在买，好，拜拜。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不好意思啊，我拍死啦，拍死。超小声。要不要吃哈密瓜？时间公差小了，从那时候就开始要不要吃哈密瓜。我遇到诈骗好像都蛮正常的，就我上次遇到诈骗，就他跟我说：“哎、嗯欸，你是酱油小姐吗？”我说：“哦、是啊，你是谁？”就是他当然还有本名啊，不可能自己喊出来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是啊，他说哎、欸，那你觉得我们的产品怎么样？我以为是售后服务，他要问，售后访问，我就说哦还对啊还不错啊，挺好用的，很香呢、欸，我已经把它放在那边那么久，它也那么香，有够厉害的啦。然后他就跟我说真的、哦、那是这样的 ，boss， 因为那个产品输入到三次了啊，三次，他说对，就是我们那个人员打错啊，不对，是三十次。我说太多了吧，他讲错字了。他说不对，是三十次。我的天哪，超多次！我的天哪，就是那我说啊，那怎么办呀？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就是因为就是你必须要进行取消，那如果不取消的话。就会变成要你付钱。我说三十次，天啊，三十次是多少钱啊？那时候好像是快一万块吧。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就是取消？我说那要怎么取消呢？他说那取消的话，就是你要给我你的什么账户啊，什么鬼的，然后他会给我，他会帮我给我一通，给我那个什么银行电话、啊，让我打过去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今天银行没有开。他说，那不然这样，我们可以透过关系来帮你那个，来帮我取消。我心想怎样、啊？你是银行的生意，然后他就说都有关系的，不能直接取消，是不是？对啊，真快。那他就叫我把身份证那些资料给他、啊，他会帮我取消。那我就跟他说，好、啊，那如果不取消会怎样？他说不取消，他就会寄三十个那个东西给我，不然的话就是我，不然就是让我买他们的高级会员。我说那高级会员有什么呢？他说高级会员就是以后买东西有五折。我说好，不用取消了，我要当高级会员。其实我今天接到的电话也差不多是这样，他就前面就是售后服务，然后突然就开始跟你说，就你知道我一开始以为说，嗯，是售后服务吗？然后想说，嗯，他有抽奖吗？应该没有吧。然后想说，嗯，开始就会怪怪的这样。然后、欸、他有说，该不会我中奖了吧？我又中了一个好的东西了吗？中了一个通诈骗电话，我中了一笑，你中了一个可以让你今天开话题用的话题。然后他就跟我说，就哎，这样不是说是要会送三十个吗？你知道他是跟我说，我每个月送一个，每个月十二期啊，一个月一个，对对，十二期，然后每个月一个。我都跟他讲说好啊，好啊，好啊，我觉得商品不错啊，不然你帮我送好了。我真的想当高级会员啦，五折哎，买爆。买爆是不买，而且你知道他们的衣服是超贵的，一件八九千的，五折哎、欸，哎、欸、五折太便宜了吧，太便宜了吧，哇、啊，好炫哦，我要了，我要五折啦，不然进三十个给我也可以啊，我来拿去卖，哎、欸，对啊，欸、我转卖呢，我转卖，好像也不是错哦，不是我月初到月底就穿这件啊，对啊，你就变成那个动漫人物啊，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柜打开全部长一样。你知道说他还傻眼，他就跟我说：“哎、欸，可是要一万多呢。”我说：“五折哎、欸。”我说：“不错哦，叫我买，我把你们那里全包，我每天换一件。”然后他就傻眼，然后他还劝我不要乱花钱。劝你，因为他骗不到啦，他骗不到，不要乱花喽。他就
很多，就是赚钱不易，这样花家长钱不太好，我觉得还是靠自己赚吧。对，我就说没有啊，那我自己赚的。他说啊，可是自己赚的钱更得来不易。他就是要，好搞笑啊！他就是要阻止你啊，他就是要你那个，对啊，嗯、这么傻，太好笑了。可是还是很好笑，江小姐。江小姐，你听我说，听我说，可以说江小姐，你听我解释，那就完了，赶快挂他电话，被观众听到了。听我解释，那我就说啊，你是不是有看那个《轻松生存》啊？那个每周一的那个啊，你是不是有那个？那个希特酱油没有，你听我解释啦。他们后面打电话有人跳出来说、欸、其实打电话那个是我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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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一直被挂电话了、啊，都要哭了，你知道吗？对啊，而且我后面跟他说，哦，真的不用了，我真的很想要那五折会员，不然你送我30个，我也很喜欢。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他说不好啦，真的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啦，不然我会去取消啦，我自己再打给银行，我明天再打。他说不行啊，要赶快，不然今天就会送出去了。我就说好啊。我就说，可是我现在在忙啊。他说，不然你今天有空，我再打给你。他原本是想说，哇，你这个上钩了。对啊，所以他才一直说，当然我打给你。他们只要赚的这个，应该就赚很多的感觉。对啊，他们只要可以赚得到一个就可以那个分很多，一个就削爆了，可怕哦。前几天也有收到一个，印象中是在我睡梦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请问那个你们上次在我这边买的那个抱枕啊，那好用吗？然后我第一想到是抱枕，哦，你是说那个泡姐抱枕是？啊，你怎么会问我好不好用？是拿来用什么？好不好用？哦哦哦，是怎么用？啊，不对啊，啊东西又还没来，你怎么问我好不好用？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东西还没来，我怎么知道好不好用？他就说啊，可是这边显示收到了，说没有啊，这里完全没收到啊，你东西呢？在哪里？然后来就直接把它挂掉。然后事实上，其实那个抱枕是，他的确是那个订单已结束交易，但是他那个卖家那时候因为他海关被挡住了，他有承诺我说就说啊，那个因为那个是。平台说那个交易不能维持太久，会先弄关掉。对，交易完成，但是他会保证说东西会给我，他会给我他的基本资料什么的。哦，他就想聊这个就不是诈骗的这样。对，这不是诈骗，然后是另一个诈骗的以为说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已经结啊。哦，误会了，他误会了，他误会了。他都问我说好不好用，这点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好不好用？好不好用吗？对啊，好用吗？最后。蛮好爆的啦，蛮好爆的，它、oh, 就是好用啦， oh, 对，这还不错。但是觉得说你买那种东西就是，就是怎么样？怎样？就是要好用啊！我是觉得你不要以偏概全哦。没有啊，我是说那个人啊，那个人是不是这样以为？我差点，我只是想问你好不好抱而已啊。对啊，你为什么要拒绝我的意思？你这样真的是让我很伤心。Pico， 那你以后都不要噼里啪啦碰。刚刚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抱歉，杰克大人，杰克大老鹰，抱歉，抱歉，抱歉。别想老，我天啊！大老鹰，我操，是大老鹰吗？我没说什么，我没说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是，杰克告他。哎、欸，为什么啦？我哪里没干嘛？没事没事。哎呦，哎、欸，真的，常常都听到大家的诈骗的电话的内容都很逗趣，都会想要自己接到，但是通常真会这样，突然会这样子想的人都接不到啦，真的，我是今天真的接到人生第一通，对吧、啊？嗯，而且感觉现在比较多的是电子邮件的啦，信箱的，因为大家都。电子邮件像我们不是会收到工商信那种很可怕、欸，对啊，那很可怕，电子要更小心哎、欸哦。对、嗯，就网址都先不要点了、啊。嗯，评价危险啊！所以团团，是，可以说网址不要点，那
我们该怎么做？没有，就是你要他如果有一些资讯，你先查，你先用 Google 的或是干嘛的。他会留公司什么的，先查看看啊。嗯，对，先查他的公司是不是有就是上市立案啊？哦、嗯，或者是问他说，可不可以用那个私下另外 LINE 再联络啊，或什么东西？嗯。我也是说，先去找个讨厌的人跟他见面啊，然后不是，哎、欸，你怎么那么阴险？等一下，啊，你就是开网咖开三十分钟开就好了。好像也是哦，然后网咖要爆炸，网咖爆一台不是全爆了吗？对啊，会全爆，嗯、对啊，会直接爆炸。他们是虚网带关系，嗯。啊，团，你史莱姆打完了没？打完了 ，OK。哎、欸，杜鱼该去哪啊？我刚。不是你前面在讲你，你要看对话框框，你要看一下对话框框，对话框，对话框。因为他那时候在忙着打他的那个祝福手啦，祝福对，他忙着、啊、没有，他忙着泡岩浆啦，对。哦。然后网咖、啊，最近就是就最近我有去那个火车站那边，嗯，然后我看到、嗯、就是通常网咖。现在网咖不是越做越好，对啊。然后我最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一间，真的是它是包含住宿，然后吃饭、很多都有洗澡什么的，不是吗？啊、然后我看到是 R， 我觉得说天哪，这好秋哦，第一次看到，但它墙哦是全部都主机，然后透明窗，然后都是那个 RGB 的颜色，我就说哇哦，这个很有财力耶，酷耶、欸、对啊，现在网咖都走比较高级的电竞风，对、啊，电竞旅馆还有电竞，现在已经比较少哦，真的假的很烂吗？那个电脑有些很烂，超烂，你要看哪、啊哦、看店家也是啦，因为我那时候干爹有一起去住，嗯，在哪里啊？哪里？桃园吧，还哪里的？很多地方都有、啊。中立，他们那时候在讲，然后听说去那边的，嗯、连 PUBG 在打都会那个。对，他们那时候是在网咖打玩空那个床战，床战玩到骂脏话，你知道吗？太烂了吧！很卡哎、欸，这样子一直狂骂。床战都打不起来，那真的是有点烂。我快笑死了，麦克打不起来。难怪上次我朋友跟我说，欸、我要去睡觉。我说你要去哪里睡？他就说，哦，我要去一个很便宜的旅馆。我说多少钱啊？他说，哦，好像六小时100块吧。我说这么便宜的旅馆哪里啊？他说、哦、网咖。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没地方住的时候，网咖是最便宜的，真的、啊、很方便。我知道那个沙发超舒服哎、欸，他说。对啊，我以前坐下去就陷进去了嘛。欸、我还真的比较便宜。我还真的没住过网咖哎、欸，认真。好，那你有去过网咖吗？我去过两次，一生中只去过两次。哇，关小孩，差不多哎，你跟我差不多。我下一次去网咖开台。好，很吵哎、欸，会吵到别人吧？没有，你会被别人吵到，好不好？都会吧，都会吧。网咖太吵了。我觉得网咖的环境就大概像连趴吧。嗯，我觉得连趴可能更吵一点。对，连趴可能更吵一点。杰克，他们观众有人说那个你做台南那一间好像评价还不错、哦，真的假的？嗯，之后可以去看看。不知道，可是现在其实说说去要去网咖，但是其实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个人店哦，去网咖其实真的蛮少机会的。玩，除非啦，就刚好三五好友揪过去，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啦。对对对对，是吧？如果是自己的话，就在家就好啦，比较爽。对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啾啾的一起玩，这样比较好玩。啾啾，啾啾，啾啾。那你们在家吗？已经很久以前，我在上面，我在上面。嗯。那你们第一次接触第一次网咖这东西是什么时候？你是说年纪还是几年前？年纪。小六啊。哈？哦，你以前是国中吧？因为以前的个人电脑比较没有、那個。对，因为那时候还在酒吧、欸。对，大家网络比较烂。真的。那时候还在帮帮行荧幕。对，我真的觉得，我讲我的，我吓会吓死你们。嗯、我六岁，太小了吧？没有，那时候就是都是那种投5块10块那种网咖。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就乡下地方，乡下地方啊，不会管的那种，不会管的那种。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开幕，然后就去玩这样，对，去玩这样。
然后那个老板你一直投十块，老板一直帮你加时，加了五六个小时这样子。因为他看你真的吧，而且一直疯狂的加给你这样。好夸张哦！六岁就接触到网咖了这东西。哦，六岁这样是小一啊、哦？嗯，差不多，差不多吧。嗯，哇塞，好早哎、欸！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国中机测。哎、欸，那我最晚耶。嗯，几岁？高三。哎呦，哎、欸，那我比你再晚一点。哦，真的假的？我是那时候那是几岁？然后那时候应该二十了吧？嗯，哇。然后，因为以前都是在家里面玩电脑、啊，我不会特别跑去网咖。对啊。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因为我上台北，然后那好像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吧？哦，很久以前那个什么实况云游会还是啥？啊、哦，那个时候好像我听到你那边讲。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哲平跟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去网咖包夜，然后睡在网咖的椅子上面。好像有印象，没有那时候有讲。对啊，我第一次去网咖就在那边躺在那个沙发上面过夜，超惨的。然后就那一次这样。对啊，然后后来就很少，后来是去那种啦，就是有包厢的那种。嗯，就可能上台北的时候，因为住宿比较便宜。哇，哎，这样想想，那时候去网咖好像是为了玩单机游戏。单机游戏？阿九以前的单机游戏很贵啊，一片都1000多块 啊。然后去他们有那个、oh. 有灌好的，对，他们有灌好，就是那边玩啊，怎么玩都比较便宜，然后看攻略玩这样，拜托，我在网咖玩小画家哎、欸，然后玩到那个柜台姐姐跟其他客人都冲过来围在我旁边看。我说要看你画画，弟弟，你今天又来画画的哦。我说对啊，我也想看，白痴。哇，你从那时候就会开直播了哎、欸！耶呢、欸，太猛了！哎、欸，他有没有要看表演吗？欸、他今天要挑战，你们来看哦、喔！有要表演、欸，我要去看。表演什么？他要挑战156倍的怪那个副本，看一下好了。哈基，你家怎么有个冒绿烟的怪？好赚哦、喔！那我放的，那等一下要还我。好，等一下还你一个没有附魔的。换一个容易球，好，来了，怕、喔，哎、欸，不用怕、欸，之前都挑战过了。哎、欸，那刚刚杰克问过那个网咖第一次去，那第一次接触电脑的，哎、欸，是几岁的时候？就一样哎、欸，我是小六哎、欸，我好像就是网咖那一次就是第一次，对吧、啊？我好像更小哎、欸，我好像是。我那时候幼稚园小一小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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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没有用，没有用，你这让我想到以前那个点滑鼠点那个你移过去那个的那个 flash。哦、oh, ，好惨！有人在定点打了，定点打了。他走角，他走在角落、欸。哎呦，我天哪，好惨！那你看那个蜘蛛是，蜘蛛是来回走。你堵到他了，你堵到他了。折返跑，他们在折返跑，折返跑，折返跑。你掉卷了，拿到强力卷。哦哟，赞哦！你们打不来了，你这蜘蛛打不到哎、欸。你在打乒乓球、哦？折返跑，是叫乒乓球吗？这个？我觉得那很像汤姆熊的那个什么。飞碟球，对啊，比飞碟球还更快吧？好扯哦！啊，蜘蛛停下，停下！我怎么不敢打你啊？他应该是快到，我觉得他们搞不好想打，可是跑过去然后没碰到，他们就在找新的路径，然后就跑人。我觉得如果啊，下次他今天挑战这个，好像可以耶、欸。超快反而就跟没在动一樣，超快好，对啊，跟没在动一样啊。就是你要去追得到，你要看有没有好累啊，那个。我帮你直接调加速了，好不好？我直接调加速了。他这时间应该很够了，他没有加时间缩短，应该可以吧？对，哎、欸，加十倍啊，加速二，152，156倍。那钻石数量嘞？110而已。哦，110，就是灌速度进去给他。对对，他放了六片速度的，你可以用射的吗？对啊，对你远远的用射的应该可以吧？哦，有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这样就好啦。不要不能动的，还好跑一跑会停下来，你就一直射同样的地方，有没有？迟早会中的。哎呦呦，你射到了枯弓，我跳声音了。哎、欸，枯弓这样子，他完全没有靠近，他会走位，然后就是超快、欸。你结束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谁打我？剩下一只，剩下一只，还有一只僵尸啊！还有两只，还有两只，还有两只，不知道跑去哪。哦，在对面，在角角，在对角，在对角。有人打我，有人打我，谁打你？有人打我，有哎有哎有哎，有一只，有一只，哎，有一只，他跑过来偷摸你耶！我已经跑回去了。酱油，你有看到？你有看到光速拳？酱油的反甲有用了。天哪，真的，这个叫我反甲，这是玩反甲的，哇，太好笑了，就是了，玩反甲的，这是你的流派啊，加油，你可以玩啊，什么东西？你可以帮忙消那个加速度的卷轴了，对，光点的呀，你，哎，你刚没有看，你都不看哦，天哪，哦，饼干好脆哦。没有，我刚刚在打那个善影哦，因为他刚刚突然冲出来撞死我，我很不爽，我就来打他。好牛！我还以为饼干好脆，我以为饼干好吃。没有啦，还行啦，不错啦，味道口味不错。所以可以再讲一次给我听吗？反正就是六块速度啦，去看我们的记录档。对，我们的记录档。好吧。好吧，我想挑战看看诶，我想玩，拿弓就好了啊！天哪，反正速度那么多。五张 T2 一张 T1 哎，问题来了，你要最先吃吗？不要，五张 T， 五张 T2 五张 T2 一张 T1 的，我刚是这样放。那，那，讲一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以为我被霸凌了，我以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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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阵沉默而已。S2吗 ？S 是 S 吧？啊，对了对了，速度是 S。那。我感觉好像我要来看，我放了五张 S3， 哎呦，哎呦，第五张会怎样？哇，这2万，这个倍数是244倍。哦，杰克，我要玩，我想换捡石。哎，我也想玩。杰克，要一起玩，一起玩。来来来，那就全速度啊，要一起玩就捡石。好好好，然后一大堆妖魔鬼怪来玩。我也要玩，全部都跑进来。聊不卡、啊，要死一起死，来啊！要死一起死啊！今天没拿而已啊！啊，尾牙嘛，尾牙开心玩，等我一下。好，哎、欸，那个，你刚说要他嘛？来，各位，刚刚抽到的拿一拿，不是这边哦，不要，我自己有，我这边还有抽。耶耶，哎，彩券不要乱拿，还我！谁啊？偷彩券，彩券小偷！不要放垃圾！你说这个？直接把彩券拿走。等下会不会很多？就啾！我也觉得，我们可能就站在一个定点，然后我们一个蹲一个角落打排球啊，蹲角落，打那个桌上曲棍球有没有？好，你们准备好了吗？244倍，好了。桌上，一人一个角落，桌上曲棍球，看角落，看角落，看角落。那我在哪里？我站，哎，你站中间，忙劈死有没有？杰克也是，杰克先去中间直接劈。哎呦是哟，哎呦，鱼不要站对角，不要站对角，仙女散花，哦，哇，哎呦，快快快，他想盯谁啊？立马就吓死了！哎呦，是怎样？蜜蜂怎么办呢、啊？哎，我觉得他比一般怪物好像还难打。对，打不到。哎呀，没了！捡钻石啊！哎，哇！我们突然找到一个很简单，有些人没吸起来啊，有些没酱油的，这是酱油的，是酱油的，酱油的，酱油的啦，酱油的没吸。但是 Give 应该还好吧 ？Give， 嗯，没事啊，没事。谢谢哈记找到这个方法。哎，你打法很酷哎！这样以后速度好棒，速度上面会超缺，真的。然后他就是大概是五张速度，然后一张减时间，有没有？对啊，以后然后他就可以乘一个倍速。我们五以后速度一起打就好了。没有，额外是另外算的，所以他不会乘倍速。嗯
哎、欸，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加攻击力啊？反正他们感觉也打不到人。哎、欸，有，我刚被打很烫，我刚被打很烫，到都被打，真的吗？有打到我，啊、我摸一摸一点点，打到不用加到很高，加个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嗯，那哈基，你刚刚说奖励是？有没有看到额外奖励？额外奖励是不会成倍数的。额外奖励是？如果是基础、基础的，就是会。好吧。哦，像攻击的，就是对，攻击的是基础的。哦，了解了解。欸、我刚刚打的超莫名其妙，我就看到一只怪摸我，然后就自己死掉没有，那是别人打没有，我们因为我们砍他就死了、啊，砍一下怪物就死了、啊。嗯，对啊，我没砍到啊，我就看到射到我面前，然后我被打一下，然后就死掉。心想怎样，有人隔空砍是不是？应该是也、欸、有可能他被你的反甲反到了。反甲啊，太痛了，太可怕了。刚的蜜蜂是怎样？那蜜蜂超好笑，超快，可一落地。是直接打开加速器耶，没有那个就很像那个啊，我们以前在玩那个宝可梦啊，不是有什么是空白键的吗？那什么叉叉叉什么蜜蜂怪使出什么摇尾巴，然后那个在那边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说到宝可梦，你知道我一开始以为宝可梦的那些什么摇尾巴啊、变圆啊都没有用，对，都没有用。我以为他就是在卖萌，你知道吗？因为而且一开始通常玩的时候不是都是日文，对吧？对啊，日文通常都是你去试技能哦，这招好强，有攻击力，然后就留这招。对，以前谁管你加特攻特防的？嗯，原地跳两下呀，干嘛的？啊，这是干嘛？换掉太烂了。然后还有光速追人人人，他是干嘛、啊？又不打架，是在干什么？丢。都觉得很废，然后呢就那个弄掉，对吧、啊？以前的宝可梦人就是哦，会攻击才叫强，有伤害才强，对。没有问个问题哦，央、欸、央，洋洋你还活着吗？我活着，哇，好的，我想说你声音已经不见好久了，好的，没有失踪了，被揍了。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你是不是在装可爱？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哎、欸，说到这个，我之前你是转移话题，没有，直接在转移话题。我突然想到那个以前我接那个电访的时候，然后我都正常讲话嘛，一般正常讲话不是接起来就喂，然后那时候我是有我朋友，就是也不是我朋友，就是一个姐姐，她介绍我去姐姐，但是她没有说那个人打给我。所以那个人就打给我的时候，我就说喂，他说好，你声音可以来做吧。我说做什么？来做吧，好可怕、哦！我傻眼，然后我才知道啊、哦，是做电访。然后我就去做电访以后啊，然后接着我就坐在那边接电话，他就跟我说，感觉还是缺点火候，你能不能装可爱一下？我说还不能装可爱吗？他说对啊，就是那种有种在跟男朋友讲话的感觉，客人最喜欢这种了。啊，你的客人是变态吗？好哦，印象超深刻。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再装可爱点，再可爱点，再可爱点。”我就说：“我要不要含个卤蛋？好像比较真实哦。”你知道这种是，我这句原本是在嘴他哦，结果他跟我说：“好，你含看，然后我含个卤蛋。”太扯了吧！好扯哦！他就是想玩你啊！他满头问号，然后坐到后面，后面我原本以为我要自己去见客户，他就说不用，我只要接电话把客户的资料留下来，就会有人去见了。我就说啊，那要是他去见，发现不是我，会不会觉得是诈骗呢？他说可能会吧，你小心一点。那你还是不要接了吧。然后后面我就没做了。这样，我突然有种好像我会接到三连单的感觉。你是不是那时候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对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没有？我的天，只是你没有意识到。不过他是做保险的啦，保险的。天哪，这个是怕吧？啊，做保险还用这种奶的声音哦？对啊，他们不会觉得让客人以为说你们那什么，你们在干嘛，然后就直接挂掉吗？这箱子没东西啊。看一下嘛，看一下嘛，反正突然想看一下，就发现里面有藏惊喜，有没有？哦，有你在这里，惊喜！Surprise！Surprise！女人最喜欢惊喜了。啊啊！怎么了？哎，哦，
怎么了？用力！头还在抽。用力！用力！哇！看到血流成河！继续！没了没了，强力卷用完了，两张强力卷用完了，不行了！啊！不要！我赞助你一张。强力呢？对啊，不是防爆呢，强力呢？对啊。我这也有一张哎。要不要我尊重你一张？哎，还是我来啦，音乐，我也是七啦。他想要重回荣耀，哎，可是我想重回荣耀，我风力八也想要升十啦。哎呦，我好像有强绿友，来翻一下。你还有哦？哇，你怎么又有啊？你们谁要冲？谁要冲？哇！那先给团团吧，给团团好了，我先看团团表演。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再爆了，我以后就不冲幸运了。没有，真的，我弄掉我借你弄爆我。可以。你还有小雨啊？团团啊，如果你成功了的话，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跟我抽成？啊，没有，其实我从头到尾稿子都没抽成。哎，我以为你在上面啊。对啊，我其实都没在抽成的。你是找中介商抽被抽成？被经纪人削爆了，被骗钱了，被削了。你要冲吗？我们帮那个。嗨，请说。加个东西。好。哎呦，这是什么？哦，你改的那个对不对？哦，血量跟伤害。血量。来。Black 怎么一直铁量伤害？你去打铁巨人，打铁巨人会有，对，已经都还没打出有啊，上面有啊，上面有血量，跳出啊，直接跳出来了，对，还会血哦，赶快上去好了，哦，好帅啊，酷，外面打怪也超帅的，你们可以冲了，好有 feel 这个，不要做了，强绿嘿，我打，我跟你讲爆了，我就再也不抽啊，爆，哎。我已经抽回农药了，几率是多少？我看一下，我刚刚没看到，现在都是25，刚刚是75-25，不是我说你应该都是75，骰子数字多少？刚刚哦，我看一下，刚刚是43斜线多少？斜线五，斜线75，讲出来，75，对，讲出来。该继续了吧？来啊！继续，我这里有封死了啦！一张卡我都给你。好，赢。哎呦，那我先用奖励，爆了就算了。啊，可是没有，你要想一下哦，你上去了对不对？如果你保护卷下去又掉下来嘞，对不对？所以你是要先防爆吗？我觉得防爆就不要用了。防爆就不要了。对啊，你就抽一张就先不要用了。把防爆拿去弄别人。爆了就爆了。哇！紧张哦。看看海哥。回荣耀了。没了，老师都没了。哎呦。完了，大家都没了。等下一次吧。氪金了。我还有一张哦。哎呀，你还有一张。我回去拿，我回去拿。冲下去，刻下去，一步之遥，哎，天哪！这，究竟这一步能不能走上去呢？来，我来。所以现在怪物头上都有血量啊！嗨，小雨。嗨，来，这个里面。为什么啊？好恐怖哦！天哪！一群坏人，没有，你要无心流。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我就觉得他爆就算了，我就再也不要冲了。再也不要冲啊！我都是75-25哦。对，没错，我来啦！好，来啊！恭喜打出来了！耶，太猛了！以后大家挖完钻石直接来拿好，不用中介费啊！太猛了，太猛了，真的！到一个母矿可以挖出多少颗？有人用母矿吗？有人用母矿吗？没有，我刚好没有。太突然了吧？没有母矿。我刚刚原本要挖，但要去挖钻石，但没有挖到。母矿都用掉了。真的。现场挖一个。要找，赶着。等一下。现在开始大家找，立马找，立马找，开始看谁先挖到。然后就运气很飞的那种，挖出两颗。好，我今天已经挖一组多了，挖到三个。哇，你今天这么 lucky， 会不会彩票就没了？没了，彩票版就是反正就不会中，运气的，对，就这样也值得了啦。对啊，
你看你省下了多少钱了？彩票本来就不是这种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中一下，我会很开心啦，对不对？中一下也还是可以啦，哇，意外之财啦！我要叫他祖传幸运稿了，吓死了！不是大家的力量吗？对，哎、欸、哎、欸，对，祖传大家努力量，大家努力量！我的天、啊，好中二哦！我改一下，改一下，轻松。哎呦喂！好爽哦！嗯，哎、欸，真的那个什么强率太神了，就是要么爆，要么过啊。对，對啊、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不会中那25%吗？嗯、因为我上个礼拜运气用完了。上个礼拜，对那个中那比较小几率的运气都已经用完了、啊、上礼拜抽太多了，抽爆！穿，我找到钻石了。好，来来来来来，好，那你刚刚来来来来。啊，我挖到绿宝石了，哦，绿宝石感觉也可以哦，你可以试看看。好，对吧？他去那边吗？团团这吧，哦好，去地团团哪边？他地在哪边啊？这地回啊，绿子要宝石挖回来，两颗哎，哦两颗哎，挖回来那个吧，没事没事，就在这里嘛，对，挖回来。啊！你下去了，你要死你要死。我操！不会死，不会死！你血量好厚哦，那不会没有？我刚刚没扣啊，我刚没扣。哦，对对对，吓死我了！妈的，好 Q 出来！啊，那没了，死哎，不行，直接没。好，我身上没有啊，我身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啊。好，两颗，两颗，你们猜几颗？来，两颗，猜对有钱，五个二，猜对，猜对，这个就给他。哎，四颗。好，四颗，然后那我开八，六八十，好，那我改五，我改五，我改五，改五哦，好，我看一下哦，这里面最接近的是陨月，十颗哦，九颗，好爽，八颗，八跟九，八跟哎，对哎，那你们要对分好了，对分对分，这是硬交保障啊，谁都不能拿啊，那个因为这样有哎，陨月有在现场吗？哦，有有有有有，陨月这样子，陨月看不出来是陨月啦。你们自己去打架，你们自己去打架。这里这里，四跟五打一下，也会是九吗？哦，这个就好衰哦。这个多少颗？一颗而已。哇，太衰了吧！那你太厉害了吧！哦，这幅度也太大了吧？对啊，哎，这幅度，然后刚刚有一个绿宝石一掉一个而已，哎，没有啊，它就是一保底啊。可是有可能最高上限是那有一个是六，那所以最高上限应该是九啦。嗯，目前要挖起来的感觉。哎，搞不好会有真的有十哎，说不定。可是它不是应该是一，然后加上你的复活。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好不好？对啊，照宇说一下。这个会超突的。21，哇，正常啊。这个，9而已。好肥哦。那个呢？9，九其实蛮多的啦。九蛮多的。九赚多，11，原本一个啊，11。哎，酱油，这最多应该是我给你一钻，你回家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边呢。哦，他是有打那个了。四五的159，我算一下，那等于说你们就是全动是十的话，就是你有掉两颗，跟掉十是几颗啊？你有乘以十，嗯。乘以一的大概是10%吧，哎，10%好像是左右吧，左右。然后其他几率各大概8%、9%这样子。哦，我以为是逐渐递减之类的。对啊，我以为会逐渐递减，那是一样的。嗯，那也不错啊，就是很运气。对，来我们想一下，幸运三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40%是一颗，20%两颗。你们又让我想到我的尖刺。你的尖刺怎样？可怜尖刺。你尖刺怎么了？尖刺，因为尖刺它有个上限，它有一个上限。你付多高，你就执着啊，没办法。对啊，我现在有七尖刺，可恶！当初的那些钱拿来付其他，对，我们要怎么回去呢？对啊，派酱油回家好了。哎，不要了，我现在一八一看起来不错啊，你可以找那么九跟四的。
九跟四为什么？九跟四，你说五跟四啊？整数舒服啊。哦，那把你砍到五好不好？合理吧？觉得如何呢？砍到五，很合理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成伤会最高了吗？我不，哎、欸，我没有，你举动没关系、欸。对啊，你成伤都最高了。不要过来啦！好可怜哦，太明显这个，好就交给你们师徒自己解决好不好？我们就先不要参与这个了。大哥好痛，很痛，哈金，哈金空拳很痛。好了，快金，要上去了，哪里？在上面快点缩边界了，缩边界了，快点，缩边界，快跑，快跑，快跑！是同一队吗？请问我现在是同一队吗？太多人了 ，sorry， 哈金空拳很痛哦，小心哦。是红白吧？等下这个是抠图，快快！等下这为什么可以这样？哎，到底谁会先上去呢？哎呦，哪一队会赢呢？嘿咻，所以我们现在是分两路走，是不是？我知道，我自己吹这种号。好，所以好几路。哎呀，这应该靠你了。我在努力啊！哎呀，怎么被打了？为什么沙子？为什么沙子就会漏水？我这样上来了，漏水啊！哦，你上去了，好，这是沙漠，是要 TP 下机了。这沙漠，哎，我在飞，我这个，还好我还没出来，我出来了，我刚好掉到河里，我也出来了，对，有沙漠村庄哎，突然感受到自由落体的感觉，有点恐怖。多少？八九六七，八九，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找金怪啊，找金怪喽。这个，哇！我上来了，到了，僵尸。我们回我能不能回去就看酱油了。对，这样可以尾。对啊，现在头上有点可以尾。对。哎、欸，不是他在打我，还是打他吗？有办法让 boss 就 boss 以外到而已。哦，可以，到时候追不到他，啊、打到人了。他是我加，他是我光碟，他是我加速光碟。哎呀，我差点卡到酱油。哈金要不要举个盾啊？哈金，哎，没有，如果哈金把我们其中一个人打死之后，酱油就有地方人可以回去了。酱油，对啊。嘿，什么？你吸到啊？嘿嘿。嘿，嗯嗯。哈哈哈哈哈哈。嘿，我需要什么？嘿，我看一下啊、哦，我们有那个，请问有没有箱子？箱子，说这个吗？我没有去扶。有七个人呢、哦。我不在。没有，对啊，发射箭矢这个啊、哦，就要说也是七个。二三四五六七，还没哦。好，哎、欸，那我用不用拉的啊？你用直接按住了，左键哦，左键不是右键哦。六七还有哦，啊还有哦，啊什么？大家抢是不是？叠是吗？三四五六七，好了吗？一起抢拿了，好谢谢，好了谢谢。还有我自己，不要忘记你自己。送人回家吗？还是回家血最少的？我起飞了，我起飞了，我飞了，我飞了，我飞了，没事，我到了。你刚才跟土人喊大风吹一样，吹血量最少的人，完了，你还是摔死了。欸、我刚刚用了小雨给的甜菜跟汤，我没事。你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用了，然后我集体了，集体补血。哎，好笑。不要哭。我拿到一把钻石剑，只有击退二。为什么我砍会跑？他是刚刚打到的吗？对，刚刚打到你去鉴定，你去鉴定。我跟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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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次是什么。我跟你说，对啊，想看有什么特别的。对，可是他有消失诅，他有消失诅咒。没有，看一下，钻石剑有没差？对啊，没差。我们又不会死掉，跟踪掉了嘞。
对，我在跑。他在路上，他在路上，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好，快督促他，赶快回来啊！快点上去，上去！我受不了了，你快过来！你快点！讲什么？讲什么？看我，看我！长这样。消失诅咒。哦，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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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鉴定一下。召唤铁人，召唤铁人！啊！你快去砍他！打他！打他！打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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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打副本吗？这个这样送够，这样够，这样够。哎，你这一把打副本很爽哎、欸！啊，对耶，因为怪多的时候，对啊，对耶，上面啊，哎、欸，对耶，不知道哎，可能要下次要试试看看。我觉得会直接卡在上面，有哇，那就用不到了啊！哇，必须要说一下，他有点 bug。哦，你说像他现在这样吗？对，他是一个不消时间的，卡住了，卡住了。我想说怎么会这么频繁的事？怎么那么多？对，而且他们感觉都没在消失的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可以去打拿铁啦，没有他无敌啊，他无敌啊，他无敌啊！我揍一只怎样？你看打不到、啊，可能打不了。野生的才会打人，对吧、啊？修罗哎，帕布修罗啊，不行，这边连岩浆都不能放。哎、欸，那我要去墓地试试看。墓地早上墓地哦，就下面的吗？啊，我也好想要有一把特殊剑哦，可恶！你要吗？好香哦，我很长的哦。哎、欸，我这个箱子，可是那还可以额外再改吗？还是不能再改了？不行，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把它重置啊。嗯、那你要卖多少？这一只哦，这一只50好不好？50钻。嗯，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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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欸，你看，你终于把那把武器甩掉了。哎、欸，什么意思啊？那你说我可以重置吗？你可以重置技能，技能是会改的吗？还是就固定的技能不会动？技能不会动吧？嗯，就是你下面的那些其他技能会变，它没有出来啊。我觉得你这还是我差点出来吧，都在上面了，我觉得。我也觉得能在地表上。我帮你看看地表，在哪里啊？地表有啊，地表一只、欸，地表有一只。那你把引到外面来，引到外面的话呢？那都是没有屋檐的地方。他会打夜魅吗？他可能生在最高的地方吧。你要酱油打到夜魅啊！你不要追夜魅了！我去追夜魅，二幺六，他去打夜魅了。哎呦喂，好猛啊，好猛啊！会打人，会打人。可以可以，够强够强。好球好球，好球，很猛很猛。打夜魅，我看夜魅。哦、快点打夜魅！我知道为什么他会卡在 Ken 上，因为绿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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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他从上面掉下来，又有绿烟。哎，好，不会消失，奇怪。对啊，他在上面好多、哦，他现在变成我们的那个轻松小镇里面的居民嘞。对啊，太多了，太多了，掉上去。哎、欸，人家是天空之城，我们是地上之城哎、欸。地上之城。雨月在哪里？我在这，我在这。我在墓地这边、嗯，墓地吗？是不会消失。哎、欸，我觉得这把会被我封藏起来。你不要给我们好不好？你不要，请卖掉。對啊、我很想要，好不好？很酷哎、欸！你要出多少？他可是他丢出来会不见啊，消失诅咒。不会，不会，不会啦。那个是你死掉。那你卖多少？你要卖多少？有人要收吗？你要卖多少？你要出多少？太多次。你要出多少？两块吗？好，好，两块，好，我知道了。二块是不是？它可以升级成一锁呀？可以，可以。所以攻击力不会提升。会，你是锁死它，要被锁死掉。对，我那一把就是钻石剑升上去的。可是那个鉴定完成会时间就是越来越长，所以它会变得会你的攻击力，它会变成玉髓的攻击力。不是不是，我是说它的已鉴定完成，它会越来越长，所以它已经没救了，是这样吗？对，我不知道后来它之后可能会改啦，之后可能会改，可能会修。那我先不要动它，我之后再动它。
怎么还那么多只啊？打那么多只？对啊，怎么那么多？还那么多只？我天啊！哎呦，被米果卡住了。米果卡住了。米果发射箭矢是怎样？好野，就发射箭矢啊，就是发射箭矢啊，慢慢的箭往前飞。对，很可爱哦。可爱，你去砍怪就知道啦。去团团圣诞树打、啊，那超方便的。哦呦呦呦！对啊，我刚在圣诞树上面打。那箭矢会射到自己吗？哎呀，你可以去撞看看，我没试过。对啊，没试过是不知道。哦，我们要有实验家的精神。实验家的，你说你要追上那个箭矢的速度吗？对。剩下时间来整理一下包包好了，我一直在整理，也是那好。剩五分钟哦，还没去赌博，不是赌博彩券的嘿，彩券还没买的。来了啦，但是不行，我追不上那箭矢，速度不够快。哦，哎、欸，会被自己箭矢，不是、啊，是枯弓。等一下，烂枯弓，你是在卖萌？奇怪，这铁卷坏掉了吗？怎么还没消失？会打到自己。哦，等一下，到底是蜘蛛还是？你到底？我每次你知道旁边都会有怪物出现。这只是坏掉的吗？我们铁巨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啊？不会消失了、欸。我没有砍的呀。不会消失了。没砍的、啊，我会消失。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不知道。好。他一定要从天上掉下来吗？什么？对，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对，你是不是很闲那一把？他没办法在副本的时候。你很闲，卖给我好好，卖给我们好不好？现在有两个人想要收、欸，哎，要两块啊？要多少收的？两块啊！你不是出了？不是两块吗？两块啊！你刚不是讲了？我有讲两块吗？有啊，你就二啊，二啊，二啊，很久哎、欸，所以我应该是2222啊。哈？啊？是个二。可不可以砍他掉吧、啊？你是二，你不是二这样啊？你是怎么说是发不起来是不是？对啊，你不是口疾。对啊。哎，这是绿的。刚刚你变的宝贝多少啊？今天卖50啊。那我也卖50好了，没有人要买啊。我繁星要吗？不要我就收了。你要给你啊。哦，那我收。我去拿、放箱子。那个是谁啊？慢慢叠哦，音乐哦，你没笑刺哦。我没有装在身上。哦，哎、欸，这找什么？啊，被捡走了。音乐的绿绿的东西吧。要捡什么？我身上没有啊。我也没有啊。看他们有带唱片吗？我刚刚看到有唱片没有。哦、啊，好吧。你看错了。酱油。来。OK， 丢出来给你。交易买啦、欸，看一下啦，好啦，看一下啊，好多只，怎么又生了？圣诞树身上很多，圣诞树，圣诞树，生怪树哎、欸，真是，生怪树，生怪树，我一直被跑下打，树顶很危险，以后在这边打怪很棒，夜魅的地方好了，对啊，打怪很好打，多一个夜魅的地方了，这边没有猫，很棒。对，猫这边的猫不会爬树，对，然后可能把队友打下去，请记得冲桥石。对啦，感觉这边可以盖个平台吗？改造一下好了，变成打夜魅平台。掉唱片的。哦，哎，对我身上有两个哎。嗯，等一下拿上去放一下。嗯，要开奖喽！哎、欸，对，还没啦。对耶，是准备了啦，酱油。消失了。钻石给湖中女神了没？给啦。第二颗呢？今天湖中女神赚宝宝哎，她先吃了我三颗钻石哎、欸。哎、欸，不对、啊。但你赚到了50块哎、欸。赚了50钻。对，赚了50块。Happy！ 梦想成真。所以说你们有梦想吧，信湖中女神得天下。我说想要捡到10颗，她就给我10颗了。Happy！、Oh, OK。嗯。就它是变成不同形式的给你啦。嗯，哎呀，哎，玉髓碎片怎么合啊？我又忘了。那个四个金，四个金，四个碎片变成一个锭。
然后定家你要升级的钻石武器放在锻造台上面。哦，可是那个目前是坏掉对吧？就是会洗那个一键定完成，一键定完成。因为之后会把你重置回来，没问题。现在洗可以先弄，后就会变回来的。嗯，那我先进行升级喽。好，先升级。我要去拿我的彩票，升级检定。彩票。总会。好。年末来个大平台，哎呦！指点了，来了。哎呀！抽奖活动，圣诞帽，50、15、20。50、15、20。22。酱油，酱油。你怎么时常捡到钱啊？太扯了，东女神，东女神，太夸张了。刚刚观众还在讲说，那如果这一次是哈基或统男咒的话，你们是要把飞球退还？不用退了，好不好？退不了啦。我会把它合成钻石钻，耶、yeah! ！哇，想啊，我只差那个二十几组就太多组啦，耶！谢谢湖中女神，所以说各位买梦想喽。那个彩票记得放回去箱子里面啊。有啊，芦苇加码，芦苇加码啊。哦，还有哦，耶，还有吗？对耶，把彩票放回去啊、哦，放回去。我才刚走回来耶。什么东西？把彩票放回去箱子里。所以现在赌的就要先放回去吗？就对啊，现代的啊，对啊，先放回去。好，放回去了。对对对，我是不是 DC 爆了？没有啊，嘿，没有啊，哦，他听不到，他应该爆了，听到，回来了，朱伟，放回去了，然后嘞，嗯，请问这个彩票怎么会有九份？哈，九份爆之前的啊，没有，里面有三个是我就是上一期的吧，上一期的，对，哎，朱伟加码的意思就是呢，啊，一下啊。哦，来，大家再玩一次啊！不用花钱，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哦，那我压到这里。哦，我看到，等一下，我的彩票好像被拿走了。等一下，这小雨是我的，我压的。25号，把我的二拿走了。今天你过来我这里，这样你过来我这。我的一嘞，我的一跑上去了。我的19嘞，坦坦是不是在你身上？十九在这里，那个房间。两个，换一个。好的，我的一在这。19。我的一嘞，我的一，要不一在这了，各种拿对方的，各种拿对方的啊，这是怎么会空的？没有那个酱油啊，我了，你不想要对不对？摆个头，哎呦，组委加码哦，哎呦，耶，酱油再中就打他，不会了，我打好刀子了，看着酱油，不会了，二结尾的都打他。四七小雨，然后说主委加码，可是没有钻石哦。有啦，好，主委再加码，再加码啊！哎呀，再加码，最后一次，好，彩票放回去，彩票放回去。然后说还有要移位置吗？还有要移位置吗？我没有要移位置吗？还是一样，有要移位置吗？没事，再放一次啊！再来一次，一样啊，这真的最后一次了吧？这没了啊！好，一样，好，我啊，好痛！我要拿到人的太好了，是谁啊？四六，我的吧，六号，六号谁的？八号，我的，景月，八号，景月过来，八号，好。好，那饮料啊，八号你的饮料好了，八号饮料好了，讲出来，最后一次了，没了，耶，讲出来，然后讲是一号换到七号了，谁走？一号，是谁？是谁？40号，团团，耶。叛徒耶！非常感谢哈基
办了这个轻松生存啊！我也是， yeah, 感谢哈记，感谢哈记，谢谢。你们这些叛徒，他快哭了，他快哭了。哈记有没有什么那个得奖感言？史上最非洲的，在家吗？我感谢爸爸。我总觉得，主委没中过，主委没中过。问那个非有办一个，就是说大家只能买一张，然后最废的那个可以买五张，这样还没中到。嗯，好了，休息啦，休息啦。等一下，我还没坐到位置上。干嘛？身上有钱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今最后做这个啦。这个我还你是不是？我突然有种羞辱的感觉，好羞辱哦！还你啦！不是，对，没有，因为他自己说那个是要完全没中过的，所以我就还他。羞辱啊！好羞辱的，有的意思。没有啦，这个要你留着啦，这个只是就是你之前的啦，主委讲的不算啦。好，可以。那，哎呀，我不想在上面的，我要站下面。主委不讲话了，我现在主委太难过了，都看你。校长放弃了，是有我们的胜利者啊，今天胜利者，胜利者，幸运石，然后又中奖，幸运女神呢？幸运幸运男神，我是男神。幸运男神，幸运熊猫，幸运熊猫，幸运熊猫。好啦，今天就这样，休息下课。对，说是幸福中女神德未来哦。啊，没有，没有，没有吧？有啦。哎呦，哭了我。不 Q。你为什么砍我？为什么没发红包？哦，对哦。没有啦，没有啦。啊，算了。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哇，这个圣诞帽我真的是吓到，我想说我大家那个什么，哈记一开始说什么？等一下，等我一下，弄个指令有什么的。我想说，这给我圣诞帽吗？然后大家陆续都说，繁星你怎么帽子哦？我先脱掉了，可能就是真的讲的啦，就是披风这个东西。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今晚是应该下次圣诞帽就没了啦。就这样啦。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的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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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